这个是有油性的哈，然后再帮它擦一次。那这时候要怎么清呢？首先呢，这个是有油的哈，就刚的那些芳疗酒精再加上油的成分，好，你用一些基底油。好，这时候的清的方向就不一样了哈。来，你看一下哦，你看一下它的粉刺，它是这样子长，往这个方向长，所以你要一颗一颗去清它，逆方向。好，那我先找一颗来做好了。这样有清楚吗？好，假设是这一颗好了，那我们就跟它长的方向相反去推。好，这个不好弄了，先弄这边好了，这样子比较顺手。好，这一颗比较大哈，来，先轻轻的往相反的方向推。有看到吗？它起来了，有没有看到？头起来了。有看到吗？有。好，那这时候再慢慢推，不要太用力哈，用力它会很红，因为这边的皮肤它比较敏感，所以轻轻再帮它推。好，然后这时候再跟相反方向再推一次，然后再推，好，再推，这个比较大颗。好，那这时候再用干净的这边再帮它稍微推一下。好，然后这再帮它用一下，有再弄一次。再继续哈，这比较大颗，比较难推。好，相反的方向去推它。好，再往前推。好，来，看哦。好，你看到它稍微有一点皮肤有点红的时候，这时候你就不要再去弄了哈。然后这时候呢，你就轻轻的压一下，让它头再出来一点，再轻轻的再拨它的头这个地方，好，然后再稍微用指甲弄一下它，好，然后这样子，好，这样子弄，好，你看它快出来了，你看它会红红的，所以要很小心哈，这颗比较大，比较难弄。好，这时候你就可以用耳前夹，拜拜哈。耳前夹，把它夹出来，这是比较大颗的处理的方式哈。那时候可能要稍微捏一下哈。好，乖乖乖。好，然后再继续弄。挤一下它就出来了，好，这时候出来了，这样子哈，这是比较大颗，比较难处理的哈。那你这个帮它大颗弄完之后，记得一定要清创液再弄一下。好，这个是大颗的，因为它比较大。好，那我们弄一下旁边小的，当然比较大颗，好吗？弄个小的，小的比较不会那么难弄，好好好。那一次不要弄太多颗哈，一天弄一点一点，慢慢弄。你看这边有很多小粉刺哈，你看这种小粉刺，你看轻轻的弄，有没有看到就下来了？有看到吗？你有看到吗？还没。我说那小粉刺，你看有没有看到？好，这种比较小的就比较好弄，那刚那个大的是比较好，乖乖乖乖乖，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他不喜欢了，好好，再来，你看这个小的，好了好了好了，乖乖乖乖。来哈，这边比较敏感，所以比较要注意。你看这个是大颗的哈，这时候用挤的也可以，但是挤的它可能会比较痛，会红红的，所以就先用这个方式。大颗的，先帮它弄一下。
红色帮它推一下，让它投出来。投出来之后，你就可以用这个试试看。啊，你看抓出来一些了。啊，因为还有一些比较里面，比较里面这个你就用推的。那如果推不出来，就暂时不要推。好，那就换别颗，就把比较好弄的那种小的先弄，比较小颗，然后比较没有在那么深部的，比较好弄的，我们把它先弄一下。然后一天弄一点一点，慢慢弄，把它头先推一点出来，有没有？你如果这样子，它就在里面。可是你如果反方向，有没有看到？反方向它的那个头就有跑出来，有看到吗？有。好，那你就可以投出来的这个一点一点的弄，一天弄一点，然后它就慢慢就消失了。你看这样子，有没有看到这个很多头跑出来？然后它肚子之前是整个肚子都是，可是它现在看起来很少了。它之前是整个乳头这边全部都是。所以它也是这样一点一点的慢慢弄。那像这个乳头这个地方也有，好，乳头这个地方我们就先用棉花先帮它弄一下，好，哦，就听这个尺寸比较多一点，好的呀，好，我们先来乖乖，好，先弄了，这个比较多，好，你看这边很多，然后这个很多哈，好，我们先用擦的。先帮它擦一下，擦一下之后再用棉花，看很多，多哈，好的，好的，好的，先不搞了，好了，我听你，你这样看得到吗？看得到。好了，你看这样。有没有看到？有。嗯，那这边比较不好弄。好看看，好看。好看看，好看。有看到吗？有。嗯，那就是轻轻的，有没有看到掉下来一颗了？有。两颗哈，这一颗，再用第二颗。那这个是掉下来的，嗯，有没有看到？有。好，然后再弄这一颗，因为它太多了，那所以要很有耐心，一次只能弄个几颗，不能一次全部弄，那它整个皮肤都会红肿，那不行。这里看有一颗有没有？这一颗我看到。我上一下哈。这一颗，这个比较表浅的显纹哈。轻轻的推，有没有看它推下来哈？因为这个比较表浅，比较好弄啊。因为它这个乳头这个地方，我们在手在弄的时候，就有时候手势是比较困难的。看到这边，好，我们先弄这一颗，能看到弄下来了，好，但它里面还有，嗯，所以它等它那个再长出来一点点，推出来的时候，你再帮它做，等那时候你再做第二次，再做那一颗，然后像这样子很多，这种你就是要慢慢一颗，有头出来就慢慢把它推，反方向然后把它推出来，懂吗？懂。好像这个也很多。这都是这个，如果用挤的也可以，但是走就会很痛嘛，就会很痛，一直挤啊。你看这样子有没有推出来？有没有看到？你有看到吗？有。嗯，那这一颗，这个比较前面，再弄一下，一下前面这一颗。来，像这个比较浅。好，那这个比较浅的呢？这个很多，嗯，把它推，往后推，哦，
好啦，出来了，就要很仔细很小心，一颗譬如说你在推这一颗的时候，它推推它好像不太容易推的时候，你就先换别颗，等下再回来，不要一直很用力一直戳它，了解吗？了解。那就是靠这样子的方式，那也可以你每次洗澡之洗澡的时候再使用那个芳疗植物帮它这边做局部的按摩，它也会慢慢的代谢掉，但是没有那么快。那它刚洗澡已经先处理过，洗澡的部分有弄过，然后现在是特别加强这个地方。好，如果光靠洗澡也是可以，可是要很慢很久。那这边有很多，这也可以稍微帮它清一下。你们看，有时候乳头这边很多，我们洗澡的时候没办法帮它弄啊，那根本不可能弄起来，你就可以用这个事后再帮它清理。弄掉了，有的比较好弄，你可以帮他弄；比较难弄的话，就是分次。好看，这个是比较好弄的，有没有？有。好。然后弄完，再用干净的这边，再帮他清一下。好，那记得，所有用完之后，一定要再用清创液，帮你把他刚刚用过的地方再擦拭一下。好吗？好，好。